HCS 系列混凝土搅拌站，是集物料储存、计量搅拌于一体的混凝土搅拌设备，适用于建筑工程、水电、公路、港口、码头、桥梁等工程建设及大中型预制建厂和商品混凝土生产厂。HCS 混凝土搅拌设备包括骨料配料系统、皮带输送系统、外加剂供给系统、除尘系统、搅拌系统、控制系统、水路系统、气路系统及配套粉料储存及供给系统。本设备配备电磁阀与气缸，均采用亚德克产品，配料速度快，控制精确。所配备传感器均采用梅迪亚产品，计量精确稳定。一、配料系统采用微机集中控制，传感器发出的信号经过处理后，送往主控制室内的微机中，转换变成物料重量值显示出来。二、配备远程四画面监视系统，骨料由储料仓通过气缸打开卸料门，分别卸入各自计量斗中计量。每个储料仓有两个大小料门，以实现骨料计量时的粗精计，达到预设值时料门关闭。计量好后，通过气缸将计量斗门打开，把骨料卸至平皮带机上。卸料完毕，料门关闭，准备下一次配料。由平皮带输送机将骨料输送至斜皮带输送机上，斜皮带输送机再将骨料送入楼顶的骨料暂存仓中。粉料从粉料仓中由控制系统控制的螺旋输送机定量送往各自计量斗中计量，达到预设值时停止供料。水泥仓设有除尘装置，上下料位计及破拱，水外加剂由控制系统控制的泵定量送入各自计量斗中计量，达到预设值时泵停。计量好的外加剂先泄入水计量斗中与水混合，确保外加剂在混凝土中均匀分布。当各种物料计量完毕后，通过气缸气动叠阀将计量好的骨料水泥、粉煤灰、水、外加剂等依一定顺序卸入搅拌机内进行搅拌。一、主传动采用专用减速器，传动效率高，性能稳定，抗过载能力强。二、轴端支撑与轴端密封分离，轴端密封采用多点注油压力密封、迷宫密封、浮动密封及气压密封四重密封保护，使得轴端密封可靠，永无后顾之忧。三、高烙耐磨材料衬板，叶片使用寿命高达40000贯次，良好的抗冲击性能。四、液压卸料开门机构，可根据需要控制料门开口大小，控制卸料速度，液压手动紧急卸料功能，突然停电时也可开门卸料。搅拌好的混凝土卸入混凝土搅拌车中，完成一个循环。